很久以前，凡间年味儿越来越淡，民间又有了年兽活动的踪迹。出现在考50啊！谁干的？到底是谁干的？太危险了，这个！把所有的鞭炮给我收起来！想要成为上仙，你就必须下凡抓年兽。年味这么淡，年兽肯定特别凶猛。走，石头。我家中寒暑颠倒，不皆是年兽所为。若想保护村子，练就镇妖术，方可助你一臂之力。镇妖术来控制人，去捉年兽。小薇，不是妖怪。